台中捷运在今天中午11:17的时候是发生随机砍杀案，那最伤势最严重的莫过于就是目前就读高二的少年哦，他今年17岁，那据医生透露呢，他是左右胸、右肩膀以及右上臂，总共加起来有22公分的撕裂伤。稍早呢，我们也访问到这一位少年的家长，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。我以为在学校为什么被砍，然后怎么，因为他请假，我们也都不知道。那他的伤势给我们简单讲一下。那他这个肋骨、背部这个筋都断了，用菜刀砍到都断了，骨头也伤到。然后这边砍到骨头也断了，骨头断了，然后那个背部也有伤到啊。你这边有一刀很长的，菜刀砍的，对啊，就。好的，我们来统整一下这位少年的爸爸他是如何讲的哦。包括说一开始事发当下呢，这名少年是打电话跟爸爸说他被砍了。那当下呢，其实爸爸是非常的惊讶，没想到说孩子不是应该在学校吗？怎么会遭人砍伤？原来呢，这个孩子他是今天请假，在上课中呢就已经先出去了。搭捷运的时候呢，遇到这个随机砍人的凶嫌。那据了解呢，这名爸爸原本是在南投的草屯工作，早上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。那听到说送来台中的林兴医院，家属呢是马上就赶过来了。那稍早呢，刚刚包括说这个少年的家长、爸爸妈妈以及姐姐都来到现场来探视哦。那根据院方的表示是说，这名少年的伤势呢还算是严重，所以呢必须在加护病房先观察一晚哦。但是这爸爸呢也带来好消息说，这个少年他目前是有意识的，不过因为插管的关系，现在还没有办法言语对答，但是这个人是有意识的。那另外我们在跟爸爸访问的同时呢，这一名嫌犯20岁的凶嫌呢也刚从恢复室推出来。那根据警方表示呢，他目前还要在医院住院治疗，还不会马上送到警察局。以上是我们在医院掌握的最新状况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